观众平台。好紧张啊！立陶呀，看到人来紧张。他还是在晒太阳。南港公园鸭子，睡午觉。那个门毛晒弄好了，晒睡午觉了。奇怪，睡午觉都会站一脚，金脚独立，金鸡独立。你进去都过来了，开不升啊，我这过来呢，蹲下来了。你看那我的屁股，这大金蛋我现在养你了。蹲下来睡觉。那个钓客，那么多钓客，百一十个在边上，我也跟你。